然后帮我织一个 centric， 这样也要去？为什么这个也要是 centric？ 因为很羞耻，羞耻，因为很羞耻。要死！我成功！我成功！成功！成功！成功不扣。那之前的加一呢？成功不扣，但是因为你是想起你的那个，你要扣失败才加一，不是吗？好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你刚才说我此后升 check 只要失败都加一啊？对，好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不扣不扣不扣，抱歉，不扣不扣，谢谢。就是你突然回想了起来，然后呢，这时候东晋呢突然一个脸红，头低低的，一语不发。我头低低的，刚好看得到他们，你知道吗？哎，东晋，你怎么了？不然我给你一个台阶下，你把头抬起来。我头抬高。你不想要看到，你不想要跟任何人对眼，好不好？东晋，你怎么？你好像怪怪的。没事。天花板是有什么东西吗？天花板有我的青春。东晋，我跟你说，现在任何的线索都很重要，说不定都是我们逃出去的关键。所以真的，我知道，我没有想要隐藏任何讯息，但我就是没有想到什么有关有用的消息。所以跟琉璃奇玛丽斯这个人，你没有任何的瓜葛。应该是有稍微认识，但不熟阶段，不熟哦。我觉得我们这时候途中需要用到什么？什么？刚刚我笑了，怎么了？你到底在说什么？没事，就是如果途中你们有要做什么事情，都可以跟我说，就是比如说可以想想聊吗？是要怎么？好了，哎。我试试看，我是说试试看要怎么甩啊？所以大家现在是所以就要先往那个房间走吗？好啊，也只剩这里可以先看看了，都可以了。你们打开了那个画廊的门，你们映入眼帘的是一个非常非常长的走廊。那个走廊呢，四周就是那墙面上面装饰了非常多的土。那你们发现呢，在那个很长很长的走廊的深处，还有一个房门，看起来应该是还有一个房间的样子。哎，你们看，那个就是我刚刚看到的房间。嗯，会不会那就是什么秘密的秘密房间吗？可以看看啊，看看啊。你们看这墙壁上有很多的这画，我不敢看，我不敢看，我觉得好可怕啊。我听说这是拿紫外线灯照画，是不是也可以显示出隐藏的东西？如果他要隐藏的话，请有看画的，有谁有看画？我没有，我已经有错，我没看哦，我没有，我对美术馆很恐惧。好了，有看了，最好是要通过一个走廊。好了，全部大家都看到了，好不好？你们看到呢？墙壁上啊，就是有图片这样子。然后呢，你们就是渐渐一直往深处走，在走的路途中呢，你们发现了几张就是，看起来外表真的是还蛮帅气的图片哦。然后那个图片呢，上面呢有着一个。那个图片上面有一个上面写着博胜 Boshen， 然后还有一个名字写着 Shigo， 那两个刺上角色，他们呢一个有血轮眼，然后高山之手上自己的眼睛，然后呢另一个呢似乎拿着麦克风大就是唱歌，然后呢旁边居然缠有着魔力这样的画作。那这时候呢？大家这是大家都看到了吗？大家都看到。这时候呢，你们又发现那个 Boshen 的右眼上面有眼罩。这时候呢，东晋呢突然又把头抬高，什么一语不发，请帮我举一个神阙。又被哈斯卡西了。哦。不要，不要，不容易害羞，面对自己的黑历史，我觉得我会失败。
所以刚才是有 Shadow 跟 Potion 而已嘛？对 ，Shadow 跟 Potion。等一下，我甩到我们那个聊天频道了。啊，你想要聊？你看吧，真的失败，对吧？扣二，真的失败了，我就知道。嗯，等一下，我想就是一失败扣一，但是因为你这是你的黑历史，所以你要再多扣一个。我想偷偷问一下。Potion， 请问你是不是现在真的想起你现实以前的黑历史？不然你就多笑一说了。我帮你回来。这时候你们一行人呢，越来越往深处的房间去。你们发现最后一幅最靠近那个深处的图画的样子似乎有一点改变。你们发现上面的标题写着 KPE， 帅哥不用，帅哥不用吗？他没想起来，我没想起来，不要打断我！哇，天珠，天珠，好好。就是你们往前进，发现最后一幅的图画有一点开始改变了。你们发现上面的标题写着：“这是来自幸运的造访者的要求，画的这不好，真是不好意思。”啊、那幅画上面的标题写着，我打出来给你们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是一个善良的 KP， 好不好？来自幸运，这是来自幸运的造访者的要求，画的不好、嗯，真是不好意思。那幅画是一幅有着巨大剪刀插在我们的一辉胸上的一幅图画，那一幅图画呢，就仿佛真的有发生一样，在你们面前这样呈现着。一辉的胸口流着大量的鲜血，那鲜血鲜明的就像是真的血涂在上面一样。请全员帮我值一个 sand check。又来了！昏倒！啊，塞错边，塞错边，塞错边！啊！哦！塞这边，我塞在。好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没关系，不用重踩，不用重踩，不用重踩。请让我重踩。不要重踩，好不好？东晋呢，跟一辉呢，其实就还蛮淡定的，就是比起。就是觉得就是这是一幅图画，没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。那这时候呢，你们发现雨宫跟我们的右树，特别是右树，他像发了疯似的蹲坐在地上，像是没有看过血一样的医生，请帮我支一个，我不，体力，哇哦，二体力，哇，这么快，然后一体六加几啦，就是。一滴六加三十，二滴三，二滴四，一滴六加三十。好了，不然，雨宫帮我值一个一滴三，然后呢，二滴三，右树帮我值一个，好了，二滴三，然后呢，其他两位呢，成功的请帮我扣一，谢谢。还要扣？哇哦，哎呦，一等一下，主持人，今天在哪？我又没事，这样好扣。其实我自己身上也有流血嘛。没有没有，你身上一点事都没有。啊，是流血的是在画上吗？是画上。所以那个画就是正面一幅，然后刚刚那后面也有一幅，这样。就是它是一个长廊，它其实很多画，只是你们特别看到的就是这两幅。就是，而且这一幅你现在看到的这一幅是在门的前面。是我的样子还是你的样子？一辉的样子。OK， 所以他看到了一个是 Potion， 一个是 Shigo， 一个是一辉，对，挂在那个门前，挂在门前。哦，等一下，不是挂在门前，它就是一个走廊，然后它是那个门的右手边的墙壁上，好吧？这样会不会比较清楚？好，好，都已经处理完了哈。接下来请全员帮我值一个聆听。还听啊？听起来有东西要来了吗？等一下。成功，成功。起杯。我先从右树呢，因为太害怕了，所以他好像什么东西都没有听到。那其他三位呢，好像发现了，听到一个声音，是一个巨大的像是斧头一般的划过空气的声音，就这样子，咻！那个斧头的声音就这样子从你们进来的画室那边，唰，
啊，从我们背后传来这样子，从你们背后传过来，并刺向那一幅画。你们似乎听到了，有东西正在接近你们的声音。嗯，好像听到什么声音？转头啊，什么声音？有东西，看一下，看一下四周，看一下四周，你看一下。哎、欸，你们为什么一直转头？怎么都没看到东西吗？看天花板，好像没有东西耶、欸。嗯，哎、欸，你们刚是没东西，但是我听到一个声音，你们也听到了吗？哦、我有听到、啊，我没有听到、欸，哎，你们听到了什么？什么大声？就有一个斧的声音、欸。那个墙壁上是不是有根斧头啊？墙壁上、就是，你们什么都没有看到，但是好像有一个斧头插在那个画上的样子。你看，插，现在有一个斧头在上面，是不是？你们看不到那个斧头，但是你们看得到一个，就是有东西插在上面的样子。就是的一个，就是你的画破掉了、啊，然后看起来似乎是有一个透明的东西插在上面啊，画上哦，插在哪？懂了，画上。所以我们现在有看到那个画已经被破坏掉了。对，为什么要破坏我的画、啊？你看那上面好像有东西，哎、欸，那个画可是为什么会有你的画像啊？我也不知道啊。哎、欸，难道你也是这个网站的成员？我现在是想不起来啦，但我不知道哎、欸欸。可是这个话，你想想。这时候脚步越来越接近，脚步越来越咚咚咚，越来越接近。转头，但是没东西耶、欸，但脚步好像有人要走过来哎、欸。哎、欸，真的吗？走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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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吧。你只能往前了吧？就往里面那个房间走走看吧。然后、啊、直接打开吗？看可不可以开啊？你们把那个画廊的门打开之前，听到一声巨响。这时候，刚刚回过头的一回，你发现有一个透明的东西擦过了你的脸颊，你感觉有点痛。啊！一回你的脸，请问你们要往哪里逃？似乎有一个东西正追向你们。我们刚才正在试着开那个门，不是吗？我的手放开来了。奥利安，你脸怎么了？我不知道，被东西划过。好像这边该不会有什么无形的东西吧？不知道，还是那赶快走吧，赶快走吧。所以这边有点危险，我们赶快走进去看这个房间能不能进去。好好好好好。你们一群人就是躲到了那个画廊深处的那个房间里面，关上门。你们把门关了起来。这个房间里面呢，到处掉落着斧头以及棍棒。哇哦，这是什么地方？并且在这个房间里面呢，你们发现有很多很多的书架。书架，刀剑棍棒。哦，等一下，所以那个声响已经不见了吗？听一下脚步声。你听到门外呢，还是有咔噔咔噔咔噔的脚步声啊？还慢慢在靠近我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我想去翻翻书，我先翻翻书好了。我拿斧头，哎、欸，我先看一下门旁边有没有什么书架之类的。我想看，我看一下，我先拿，看能不能把门挡住吗？对对对对对。你发现呢，这个书架呢，看起来似乎是没有办法动的。但是如果你使劲吃奶的力气，似乎可以挡住。但是发现如果挡住门了，你们似乎也很难再出去。怎么办？我觉得似乎可以用推书架把门挡住，不让外面那个脚步声进来。可是好像我们推了之后就很难再出去了。哎、欸，我们这个房间还有其他的出口吗？如果我们被困在这边的话，也不是办法啊。有很多斧头应该可以吧？这边、可是你也不知道刚才到底是什么东西啊！啊！怎么办？我先看书好了。要书，请帮我指一个图书馆，好不好？你看了一看那个书架，那个书架呢，看起来就是一些你没有看过的书，书的封面看起来也是一些就是很像。不知道哪里来的，不是你的那个时代会有的一些包装跟外表，你看不出来这些书到底在干嘛。所以你发现什么了吗？看不懂的书哎、欸，请
请请，你们可以侦查，可以图书馆看，可以侦查，可以侦查。我把斧头一个一个塞到我的包包里。你的包包只能塞得下一个斧头。那我要先捡起地上的，我先捡起地上武器，然后再去看书这样子。好，你拿起了斧头呢，你就把它放在你的，你就背着或是拿着，然后呢，你就拖着你斧头，因为斧头有一点重量嘛，你就咔咔咔的走到了书架旁边。你们突然发现，在那个咔咔咔的巨响后，门外又出现了像是剪刀一般撕裂风的声音。这时候呢，雨哥呢就好像似乎什么的东西都没有听到，也没有发现，就是自己造成了很大的声响哦。他翻着书，请帮我指一个侦查。哇哇哦哇哦！噔噔噔噔噔噔，你什么都没有看到，你就像个白痴一样站在就是那个书柜前面，你感受不出来这个书柜到底有什么意义，你不知道为什么自己要待在这个地方。那我们换到右树的回合。我想想这个书会是什么样的用途啊，会什么样的内容？我的灵感不知道能不能想到东西呢？我想要灵感，想想看能不能想到什么东西。你灵感啊！哎呦，好，我灵感，我灵感，好，我灵感。哎，你发现呢？这些书呢，好像是比较那种不切实际的 fantasy， 就是比较科幻一点的书籍。小说吗？还是并不是小说，就感觉就是在一些科幻世界会出现的书本。好，我们换到一辉的视角。我将斧头塞进了包包一个，然后左右手各拿一个斧头。请帮我指一个力量。重不？双斧。现在会受伤哦。Yeah! 哦，好。你拿起了一个斧头放到你的包包，但是你的包包呢因此而割破了，一个斧头掉在地上。你把另外两只手呢拿出来，就是拿着你的斧头，然后你就两只手像 Starbucks Stream 一样拿着两只斧头，然后站在那边。哦，看我们。给好，好，你盯着门看。那这时候呢，东进请。我刚才已经甩了。啊、哦，你已经甩了。对，刚才你说可以有侦查的时候。哦，你啊，好，那你侦查了一下那一个，就是右树怎么看都看不懂的书架，然后你发现呢，有一本书，就有一本书，不知道为什么右树就是看不出来，雨宫也像个智障一样，嘴巴开开看着那个书架。你这个人情绪太重了。哇，是人情感带。哇，到底发生什么事情？你不懂他们两个为什么看到书会如此的痴呆啊？然后你就发现有一本书，它很明显的跟其他的书外表看起来不一样。然后你就拿起了那本书，然后拿那本书外表呢，就是用非常奇怪的字体写着“守护怪物与其契约法”。守护怪物与其契约法，怪物与其契约。可以翻开来看吗？你就把它打开来看。那简单扼要的说呢，这本书里面说到，在梦的世界里面，你可以跟就是守护怪物签订契约，然后守护怪物呢，它为了保护某种东西，会以看不见的姿态威胁侵入到这个世界的人。或事或物，在特定的光照下，看不见的东西是看得见的。守护怪物会跟特定的道具的灵魂结为一体。当你破坏了那个道具，怪物就会死亡。而使用者需要郑重的把那个道具藏起来。你就知道了这些资讯，所以那是他知道的。我这边得到了一些新的资讯了。上面写什么？如此如此，这般这般，这般这般。所以啊，守护怪物，
难道刚刚我们遇到的难道是紫外线吗？哦，那我直接这时候你们发现门打开了，哇！紫外线灯，紫外线灯，紫外线灯，我拿起我的紫外线灯。请问你们要有动作吗？还是就让门打开？来不及吧？不是啊，这不是我们门就这样打开了。你们看到一个哇，胖哦！你们看到一个怪物。走人，走进来，这是看到的。对，你们现在看到他了。对，请各位朋友们帮我支一个声音锤。哎，哇哇哦！啊，被大师危险。哦，拜托不要！两个疯了，失败帮我扣一，大失败帮我扣二 D 六加四。谢谢大家，我是不是二 D 六加四加一？你说二 D 六加四加一加五了，十五，谢谢大家！哇哦，哇哦，满几乎满骰。请问有疯狂幻听吗？二 D 六加四，再加一。我怎么办？我会不会疯掉？疯了！那这两个就是这两个人，集结灭团了，一二三，灭团了啦！我看一下我成功好吗？成功吗？减一减一，进入什么疯狂状态吧？你们会进入一个疯，你们一滴一百帮我指一下好不好？哦、先几百，先减十三，十六减四十六减十三是多少？三吗？我靠！这个角色一回一回一回。好，你先甩，东西先甩好了。好，我先甩。二 D 六加四，好可怕。二 D 六加四加一，哎，成功扣一。我要怎么？哦，你们怎么会就是强大失败啊？啊，意料之外。冬季呢，突然回想到自己曾经参加这个社团，并且又是其中的一员，回想起那个不堪回首的过去，突然他大叫了一声。为什么我这么中二，并抱着头一语不发。然后这时候的一辉呢，因为看到自己从来没有看过的奇妙生物，然后又想起自己刚刚似乎在画里面，因为他手上的剪似乎是因为他手上的剪刀而被戳中了胸口，突然觉得呼吸不过气来晕倒了。啊啊啊，我好中二，我好中二。你们怎么了？我好中二，我好中二。这时候你们发现那个怪物消失在你们面前。我好中二，我好中二。我过去安抚东晋。那我过去把那个把一辉试着呼唤把他叫醒。东晋，这边提醒你们一下哦，自此之后，这个幽灵猎人呢，他会不断的在这个馆内四处游走。哦，没啊？为什么一直吓人？提醒你们一下，他是算了，不能提醒。有解除的方法。四处游走，对，他会四处游走。好嘞，好，那我们先东晋，波神，没事的，波神，不只用这个名字叫我，我都知道了，我都知道了，没事，我都知道没事，我知道年轻人都会有这样的一段时期的，波神，对，就是听到关键，他会
可能会陷入深层疯狂，不要做恶劣的事情。没事的，没有，这是要心理开导，我要让他知道这件事是不是很重要，不是这么需要发疯的一件事情。我跟你讲，那个我作为医师，我要好好的开导你，这样我要好好的安抚你。不能这样用，你那个是弗洛伊德的治疗。要让你面对这件事情啊、哦，没事的，没事的。像现在的心理状态，我让你面对这件事，你才可以克服现在的状况。它就只是一个回忆而已，你没事的，这都大家都会有这样的过去。你说的很有道理，对，都可以吗？大家都这样。那肯定没有说这个状态要维持几分钟，我觉得可以。我觉得你应该没事了，没事的，没事的。是，我没事了，谢谢医生，谢谢医生，没事没事，唤醒我。太好太好，没事就好。所以我叫醒一回，那我就直接，我先走到地板上，把那个斧头换成棍棒。你是想干嘛？哦，一回掰。然后我走到一回面前，一回，然后举起了手上的棍棒。